去哪儿》演员杜江的儿子。嗯哼，杜雨琦在节目中虽然偶尔会小闹脾气，但是对同伴小泡芙却异常有耐心，也会邀约对方一起吃饭玩耍。在最新一期的节目中，他就一直吵着爸爸要找小泡芙，让杜江非常崩溃。在最新一期播出的节目中，嗯哼在选房子的阶段就一直想紧黏着小泡芙，甚至爸爸说要去找房子时也不愿意跟着去，就叫爸爸自己去找，让杜江也忍不住生气直呼，见到人家小姑娘就不愿意走了，死活也不陪我找房子，生气。随后两人回家后，他就频频跟爸爸说要去找小泡芙，虽然嘴上说做完饭才去找，但他仍一直不断碎念，爸爸我想去找泡芙，爸爸走我们吃完饭去找泡芙，让杜江非常崩溃。因为他带着嗯哼到泡芙家就要在休息时间来回跑，但他最后依旧抵不过儿子，还是带着儿子过去。